为天后王菲的大女儿窦靖童，无论在穿着打扮还是个人行为上都独树一帜，完美继承了妈妈特立独行的个性。近日有网友偶遇到了窦靖童，只见她穿着绿色夸张印花长袖，戴着黑色针织帽，这造型也是紧跟时尚前沿了。窦靖童端着咖啡与异性好友站在前台，两人举着咖啡聊天，关系很不错。在朋友去找停车位的间隙，窦靖童的手里突然亮出一盒香烟，没想到刚喝完咖啡烟瘾就犯了。与此同时，在他附近有一位手持相机的老大爷，看到他想要抽烟的模样，还主动递烟给他。但窦靖童可能不想抽别人的烟，所以就没有接。尽管窦靖童热爱中性的爷们打扮，没想到喜欢抽的却是女士香烟。他拿出烟盒给周围的好友散完烟，才忙着给自己点上。看他娴熟的抽烟模样，颇有点老爸窦唯的摇滚冷酷风。